你走了这么久，我已经造下了这个梦境。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一人一事，所有的所有，都是为你而来。我曾经错过了你，让你枉死，但是有人告诉我，若能扫出这个梦境，便可以让你一切从头来过，还能如同解剖灯一般搜集你的元神，让你重生。200多年了，这世上恐怕也只有我记得你。你知道吗？梦中的此时，你我已经相遇。我要去找你了，阿兰惹。这地方我还真就出不去了吗？不过既然我已经失忆了，急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。命里若有这个劫数，躲也无处躲；命里若无这个劫数，迟早有机缘，弄个水落石出。啊，既然我现在是阿兰惹了，那干脆就好好过下去。哎呦，这什么地方？怎么处处都有蛇？哎呀，这一大早的，人都去哪儿了？查查，查查，殿下，殿下你醒了？对啊，一大清早的，你们都去哪儿了？殿下你忘了，每年的今日都是殿下最开心的时候啊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过来过来，就放这儿，打开。恭贺庆祝宴生辰快乐！啊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啊！别过来了！殿下今天是不是往年都是要亲吻拥抱庆典？知道了。今日殿下这是怎么了？一直和钦殿殿下赌气呀！是啊，别过来！